的香肠嘴。我是吴亦凡。吴亦凡，台湾吴亦凡，台湾吴亦凡，台湾吴亦凡是什么？大张哥，吃着吧，都吃着吧。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了，对不对啊？跟你讲话都讲台湾腔。我们去吃台湾菜吧，是去吃海底捞？不吃海底捞，吃其他的，还是找一找。顶泰丰，那大陆开特斯拉吗？大陆开的怎么了？特斯拉，开特斯拉很多，上海很多，上海很多。然后就是国产的车，蔚来，还有什么理想？我要买比亚迪。威马汽车，威马汽车倒了。好，那他欠你工资有给你啊？没有啊，还欠了我，我算一下啊，你猜欠了多少钱？人民币，我算一下，他加赔偿还有工资，大概欠了我8万的。到时候不给你。没钱了，没钱啊！判决了也没有用啊！你真的一点钱都没有啊！来吃炸酱面，这是嫩好了，是吧？我去冰袋冰箱好了，应该更好。我给你寄过去了，这多少钱？这个不也是快一点的中国人？是吗？不清楚，来问他一下，请问为什么这里长了个痘痘？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听到二锅头，给你来一瓶二锅头。再讲一次，一般哦。对啊，一二版，一二版，给你整一瓶二锅头要不要？一二版，要不要喝二锅头？二锅头什么？酒，白酒。好烫，味道怎么样？甜甜的，甜甜的，还可以哈。你表情狰狞啊！他炸过，吃过，之前吃过。下去大陆请你吃东北的锅包肉。东北的吗？我要吃地锅鸡。酸吗？酸。酸吗？没有酸。我要吃地锅鸡。地锅鸡。地锅鸡好吃啊。这个比冷面好吃，比冷面好吃啊。嗯。嗯。说一下你知道的大陆的省份加城市。重庆、黑龙江、浙江、温州、徐州、郑州。省份呢？省份先说省份。台湾省。对呀，好正法的。来，现在要开车去哪边？带你去玩。奥迪卡西哟，乌力奇跟奥迪卡西。乌力卡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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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？Send to me， 发给我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微信发给我。好的。我们现在在哪？我现在。好的。好的。好的好的。戳。啊。好。好。对。好冷。啊，这个这边是在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蛇肉。来试一下。蛇肉。蛇。蛇肉，对，我们今晚去吃蛇肉。我今晚带你去玩玩。我们今天晚上去哪玩呢？玩。对啊。我是中国人。对啊。很棒啊。Make it mine. 怎么样？唱得好听吗？好听，非常喜欢。台湾的钱包，我在台湾都用这个。你看，你换钱吗？换了。没钱。需要钱的话。哦，我有换了。已经换了。换多少钱？1万多台币吧。1万多台币。1万多少钱？要5台币的话，大概60-70万。60-70万，60-70万啊！这里还有16000啊，一万，忘记了。你到现在花了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拿去。不知道吗？我们的。一个几个茶吗呢？4万。差不多4万啊。韩币。对。8万。哦，很多。也是吧。오늘이제게주라고할거야그리고나도나갈거야
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六嘛，十五十六万六台币，十六一万六多少韩币？一万六台币。